行驶在嘉义东时道路上，来到鸟松村监视器拍下驾驶没有减速，直接往道路旁的西营将军庙撞下去。总不能撞到别的无呢？啊，跟中山总不能好。车头全毁凹陷，零件散落一地，已经没办法继续启动。西营将军庙被这么一撞，只剩下断垣残壁，全毁几乎看不出原貌。对啊，鲜花弧度被转弯了。对，啊，这我画白纯拉向头前。 哦，搞啊，把人切起来，真重。客运驾驶声称遇上了弯道，只顾着留意后方有没有来车，忽略前方路况。自撞第一时间，车上没有乘客，驾驶轻微擦伤，包括村长在内全都跑来关切。分布伫咱本庄的四角头，啊，赢内底拢有将军，啊，以及这兵力。 啊，住在伫这个营内底，咧把守，啊，保护咱大家咱本每一钟头的村民大家平安顺遂。民俗专家分析，遭客运撞毁的属于守护地方平安的营头，四个方位缺一不可。客运驾驶闯祸，车辆得出动吊车拖走，而客运公司承诺将负责重建赔偿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汪玉文嘉义报道。